主料，青椒200克，番茄300克，辅料，油5克，盐3克，味精1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把番茄切片，把番茄倒入锅里，加点盐，把辣椒倒入锅里，加入番茄，一起炒一会，加点味精，再炒一会，把番茄和辣椒炒软，炒熟以后就可以吃了。辣椒炒番茄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，辣椒和番茄先分开炒，再混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